Hello， 我是明能，欢迎收看明能气球的教学频道。五月份呢，就是我们的母亲节，那我们在母亲节也有推出相关的教学视频，没错，就是康乃馨 ，Let's go。将粉色气球打气剩余约16公分左右，约两个手掌宽，做两指幅的节拍，就是两指幅。做一个三指幅的节拍，把抓住它打结的地方，把它转起来，好，这样就是第一组了。接着呢，我们必须要做六组哦。做六组之后呢，接着我们最后再做两个一指幅的节拍，做两个就可以了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就从侧边绕一圈。到绿色气球内，塞好之后，请把白色的地方剪掉。打一个手掌左右大小的气量。接着这边呢，接着不需要把，直接拿起我们粉红色的气球，把它从侧边压进去。压进去之后呢，接着绕一圈。教学就到这边，那如果喜欢我的教学影片的话，麻烦帮我按个赞，并且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